下課就可以起到一定的聲音和關注的，咁當然要視乎自己的study 的 schedule 啦，咁你盡量不要影響自己的上堂進度啊。咁我本身就都會支持其他人做的，但自己就會看下情況。我反而覺得中學生就不應該罷課嘅，因為中學生很多時始終是中學啦，咁中學可能你上的堂啊或者是比較嚴謹啊，咁老師就不會咁輕易俾你去抗課，咁會造成更大的影響啦。咁好多時中學生都可能很多form 3, 4, 5都是未成熟的，咁可能會思考冇咁獨立咯。